嗨，我是陈老师。今日我哋要做七物轮入面第七个能量中心顶轮嘅冥想练习。这个能量中心可以帮助你扩展灵性，连接神圣嘅平静同埋喜悦。顶轮主要掌管智慧同埋世界合一嘅感觉。当这个脉轮活跃的时候，你会倾向没有偏见，而且十分意识到这个世界和你的存在。如果这个脉轮不活跃的时候，你将不会察觉到精神世界的存在。你倾向于思考，而且想法十分之受限。但相反地，如果这个脉轮过度活跃，你会将事物过度思考，亦都可能会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过度热衷，甚至乎忽略了你身体的需要。顶轮对应着大小脑、脑下垂体、松果体，还有脑神经系统等等的器官。现在请你找一个安静而且舒适的地方，调整你的身体去到一个舒服的位置。你可以坐在凳上面，亦都可以瞓喺度，令到你的身体在保持舒适的情况底下，尽可能地令到你的脊椎保持正直，允许你的双眼慢慢地合埋，好温柔地令到你的身体开始放松，令到你的膊头放松，令到你的双手放松，令到你的pat pat放松，令到你的面颊放松，令到你的双眼放松，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舒服，越来越放松。试下开始觉察你的呼吸，慢慢地跟随住你的呼吸，你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都会令到你越来越放松。试下留意你每一次去到吸气的尽头转换去到呼气之间的时候，有一个很短的间隔位，而每一次呼气去到最后转换去到吸气之前，都会有一个很短的间隔位。试下将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吸气和呼气之间的间隔位那里，继续放松自在地呼吸。现在等我们使用最古老的语言来唤醒和顶轮连接的桥梁。Sahasrara， 这句是梵文，你可以跟随着我静静地默念。Sahasrara， Sahasrara， Sahasrara，Sahasrara， Sahasrar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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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hasrara，Sahasrara， Sahasrar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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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hasrara。
Sahasr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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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得好好啊！等我哋开始一段内在之旅，将你全部嘅意识都集中喺你头顶嘅百会穴呢一个地方，就系你嘅顶轮。你可以想象喺你嘅头顶有一朵好细嘅花冧，呢一个花冧美丽而且纯净。当你继续呼吸的时候，这个花冧随着你的吸气和呼气慢慢地开始绽放。那朵是一朵很漂亮的莲花。你继续很放松地呼吸，望着你头顶的莲花一块一块花瓣地绽放。在你呼吸的同时，你见到在那朵盛开的莲花入面闪耀着纯正透彻的紫色光芒。那些紫色的光芒慢慢地向外扩散，缓慢而且温柔地照耀着你的全身，亦都点亮了你周围的空间。这股紫色的光芒和能量可以帮助你更加之放松，并且可以平衡你全身的神经系统，舒缓情绪上面的压力，为你带来无比舒适的平静。由你的顶轮散发出来的紫色能量允许你自然地超脱物质世界的限制，你的灵性自在地舒展，和这个宇宙入面最美好的智慧和光连接在一起，你感受到无比的平衡和和谐，还有无条件的灵感和启发。你感受到由你顶轮散发出来的光和能量，正令到你头顶上面的莲花和宇宙万物有更加深层的连结，令到你好自然地见到宇宙之中的永恒的美丽。你的觉察已经得到觉醒，可以好清晰地感知最透彻的真理。你释放晒一切不需要的执着，感知纯粹的光，你的灵性不断上升和开拓，宇宙之间纯粹的爱亦都与你同在。你是永恒的宁静，你是永恒的自由，你是永恒的喜悦。
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去到你的头顶，保持在这个位置和我的声音上面。想象一下，在你吸气的时候，有一股明亮的紫色光正在宇宙那里散发下来，它正源源不断地进入你的顶轮。这道光线相当强大，它在你的头顶引起了一股循环的电流，这股紫色的光芒就在你的头顶旋转。在每一次呼气的时候，我们想象我们将所有和顶轮不协调的能量都排出体外。我们不需要去标签究竟我们呼了什么东西出去，我们只需要很纯粹地这样做就可以了。而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来自我们头顶的紫色光源正在穿透你的顶轮，进入去到你的身体里面。你越专注它，那种感受就会越强烈。这股紫色的光芒照亮了你内在所有黑暗的角落。现在所有的地方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你有清晰的洞察力。这道紫色的光芒以最纯正的形式透过你的顶轮充满你的全身。每一次当你吸气的时候，这些温暖的紫色光芒就会开始填满你的身体，为你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，亦都会为你带来新的指引。每一次当你呼气的时候，所有对你来讲已经再没有用处的物质亦都会随之排出体外，亦都包括你的想法和念头。允许这些紫色的光芒清洁我们的身心灵。做得好好啊！我们即将结束今日的冥想，温柔地将自己带回来你身处的当下，感受一下你周围的环境，稍微移动一下你的手指和脚趾。你亦都可以伸展一下你的身体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慢地擘大双眼，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平静和喜悦。我是陈老师，再见。